哦，真的假的？嗯，对，很久以前就这样。对，然后有时候就说你没离开，你怎么刚才不讲话？我刚刚重开机。哈？啊？啊？傻眼？啊？我从未离开过。你们刚刚讲的我坏话，我都听到了。真的听到的。我都听。我都听到了，吃口棉花糖压压惊。你怎么又在吃东西？又吃啊！我哪有吃啊？我哪有？我哪有？是那个，这东西是那个人生很重要的事。我跟你讲，那个，他自己干嘛？前几天有说要帮他做一个专属门帘嘛，我觉得很酷哎。啊，专属门帘，专属门帘跟门帘，我觉得。我应该要改成左边是我想吃，右边是我要吃，上面是我都吃不饱。才不是嘞，才不是经典好不好？有请团团来帮我们念一下那个。来来，那个左边是我哪有，然后右边是什么？我想一下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哪有？然后呢，上面是听我解释，你看多棒！对对对对对对，哇，有史以来最好的对联。真的，换我进不去哎。好。你要开那个吗？都有开啊。马基和马后马面，后马是多少？后马，我刚才出去看一下，65520，很忙很忙很忙，我又要上去补血了。对啊，你等下再上去啦，我们等下应该还会上去啦，我们等下应该上去吧，感觉。哦，好啦，应该应该啦，应该或许。那个，第一次有传。吃东西会呛到，哦，吃棉花糖呛到了，哇！原来棉花糖也会呛到，厉害了吧？哇！喝点水，喝点水。被棉花糖呛，可惜了。哇！对的，糖分让你呛到，糖分会啦。台南人居然被糖呛到，哎呦！哇！你在呛台南人哎！哇！哇！呛到三个人，都不见了。天哪，被棉花糖呛死也太幸福了吧！不是吧？不行吧？会气死吧？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历史课本会写上你哦。哎呀，哎呀，10月1号是中秋节，耶！所以今天的中秋节活动就是这个哦，抽奖券，抽奖券。对，没错。今天呢，你在外面打怪，或者是你只要杀怪物、要杀生物。就有几率会获得这个抽奖券啊！啊，那时候抽奖券拿去跟楼上老板兑换，会有几率抽到好礼物哦。哦，有几率好礼物是有坏礼物的意思吗？没有，没有坏礼物，没有坏礼物，就是例如说可能钻石啊，或者是大量钻石啊，哦，潜能珠宝啦，哦，还有问什么问题？哎，有明显会顾吗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一定有奖，绝对有奖，通通有奖，太好了吧？还有类似像之前，之前那个我们不是端午节有那个什么霸掌肉粽，我们有中秋节烤肉哦。哦，哇哦，那我月饼，月饼哦，月饼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月饼热量太高，所以我不打算加进来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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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你要先在那边喊吗？等下抽到烤肉，可以换跟我换一下霸掌吗？我觉得肉比较好。可以，到时候你们再自己交易这样子。好。那活动的话，就只有今天，今天这两个小时而已。好，我就会拔掉啊！记得要赶快换掉哦。好的，好，好，那今天就自由活动。恭喜老板。那还送我们一抽哎！我要去抽，免费抽，免费抽，登录一抽，登录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这跳下去动作一堆，我砍掉了，我砍掉了。哎，小雨不要啦！不行啊，不行，我都砍完了。哦，你拿什么？我拿到这个。我捡到了，重置时。这里白走，不能确定呢，好像全能珠宝，真的是。哎，你帮我鉴定看看，我怎么不能鉴定啊？我怎么上不去啊？可以啊，哎，四排哎，好爽，都盔甲呢。哎，那你就穿了一件就满啦，不错啊，自己拿走啊，自己拿走吧。啊，那个不玩了，消费用哦，帮我鉴定。
我，你知道我箱子已经塞不下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铁巨人做事啊，铁巨人，你怎么会做事？这就是有钱人。什么？被牛打那个吧？被牛咬，被牛咬到。有精英，有牛，牛，我也要摸个，我要钻石。啊！我砍了一下。对吧，牛？对嘛，铁巨人就是要这样啊。嗯，牛啊，牛上去了，牛上去了，牛在破坏田，坏坏，还犁田啊，犁田，啊，我跳到铁巨人了，我跳到铁巨人了，哎呦，完了，铁巨人动了，卡好了，我被打了，铁巨人啊，死吧，啊，我好痛，铁巨人在打哎。对啊，他快坏了，另外一只来了，好痛，好痛，这个谁让这到底谁打的？我明明就没被他记得，他记得，哦，几个人啊？全部人，哦，全部拿到抽奖券，我没有，哦，这也有抽奖券，有，啊，那我有一张那个抽奖券，我要上去，三十四除以八。一个人啊，四颗，一个人，我没有，没有七个，七除以三十四除以七，四一个人六七五跟四吧，四五对啊，四跟五啊，有的四，有的五，你就拉，那个算术又要变成七，我以为哈基你要说啊，那个出下来一个人两颗，两颗，你算数假，二。好坏呀！今天要来梦想一下了。我要来去冲我的幸运八的稿子啊！哦，因为上，我跟你讲，小雨，你错过上个礼拜的最爽的活动啊！我知道。小雨，你回去过你？小雨，你去过你家了吗？有啊，我刚跳下那个水，我马上就被黏住了。哦，我没带到，一下就拆掉了，我很难过。我马上就拆了，我想去看你被卡住哦。不会这样，来不及了。还有一根打破我的玻璃啊！这是杰克，那个放歪的，还有打我玻璃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我家怎么有一只这个？什么？哪个？蒂芙啊，那个啦，那个可以骑的那个岩浆的那个。对。好，我们引过去的，我们带过去的小宠物，辛苦的，他好可怜哦，辛苦，你要给他一点温暖，是要赢要冲，输要冲啊，反正耐久，反正盾牌不会坏嘛，你冲啊，冲啊，冲啊，有本事你就冲啊，哎呀，杰哥，怎么还是五？你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没有抓到精髓，你要冲爽一点，嗯，哎哎，看看，哎有哎。哭啊！下雨啦！太早！我没材料了啦！我没了啦，七啦够了啦！好，那换我了，我要冲高，冲了啦！哎，雷雨哦，雷雨，快去打头了！雨，打头！好大的雨！大雨！哎呦，八到九，好敢冲啊！卡住了的感觉。那他没掉等，他掉等了。哦，我有降温，啊，变六了，变六了。哇哇！我跟你讲，我要靠今天继续赚钻石了。今天我没有不少哦，我没有梦想了，我没有梦想了。打怪！哦，上面好多怪在飞，有怪在飞，很多飞啊飞的声音哦。你会觉得你就在旁边呢？快要不丢！哎，我这是漏洞吗？这个就是我，因为我装我的那个那时候盾牌快坏了。哇！高要苦力怕。然后我想让团团活久，不是啊，让师傅盾牌活久一点，所以我就跑来刷那个刷经验值，就我发现他也会掉抽奖券哎。啊，他的头嘞？对，怪他。哎，对耶，珍贵装的会掉。哎，那个什么怪物卡的会？没关系，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哇！安心的继续了。天哪！你是安德的，是不是也？就是他应该在刷安德。他就是刷安德啊！我就是最安德，然后拿到，哎，就是哎呦喂，吓我一跳！就说哎呦呀，吓我一跳！可能没有变成经验了。有人开始驻守在那边了吗？没有啦，我只是要去修经验修补的装。哎呀，
我是在修我的团团盾牌，然后结果就发现了这个大漏洞，发现了一个意外之财。没有没有，这不是漏洞，这个是意料之内。哦，意料之内。哦，你已经想到了。官方允许，官方允许。真的假的？嗯。哇，那我觉得我挺机智的，我什么都没想，然后就。那也不叫机智好吗？不是运气好啊。那我修改一下，那我觉得我挺机智的，在他说出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想到了。你来不及了，你来不及了。我不相信你，有点晚了是吧？酱油，你真的有在修盾牌吗？有啊，因为你的经验值大概八成都被我吸走了、欸。看一下我盾牌，哎、欸，奇怪，好像一样啊。你已经怎么动？你已经快要帮我把稿子修好了。不气声恭喜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好啊，是师傅啦，师傅没办法，都给你，都给你，你修完了就换我修了。嗯，为什么你站那么远，现在经验值比我多啊？啊，因为他就奔到我这里啊。升空宫，升空宫，专业级每日喽，我都没怪啊。每日是要打那个嘛？十只僵尸，十只骷髅，十只骷髅。现在看一下我的统计好了。对啊，我觉得看统计比较简单，看统计最准。对，统计再加十啊。哇，可是刚打都不准。你就又没差，今天两个小时让你慢慢打。而且今天应该会打一大堆怪啊！对啊，看一下，我六颗了哎、欸，79，哎、欸，咬我，不要咬，不要咬，不要咬啦！好了，你算两只啦，好了，僵尸哭弓苦力怕，哇，我打了1571只哭弓了，哇哇哦！你看，你为了石头残害那些可怜的怪物，952只僵尸。哇，好可怕哦！太可怕了，你好残忍呀！那你们都不要打，都不要打，都我还是要打啦。等一下，好生气。请问有人在10000格外吗？怎么都没怪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那魔怪啊，然后怪被吸走了，怪绝种了啦，杰克。啊，我没打，我没打，被你杀光了。他们还是小宝宝的时候，死了死了。我是幼年杀手啊。没把人家放回水里，哭啦！放回水里，我上来骷髅给多了，天空中也太多只了吧？要不要下来啊？嘿咻，耶！绿色的耶，打到了。哎，打的真好少。哎，那个酱油啊，请问你盾牌耐久度满了吗？满啦。哎，还不滚？没有啦，你还不走？还不换人啊？你还不换人啊？等一下，现在了。那我整数好吗？不整舒不舒服？请说。那个，我们这一期的这个彩券里面有一个多一个神秘的东西啊！我要看，我要看，我有看到神秘东西，所以我刚刚马上投了。等一下再来去看是什么？差点会吃掉的东西，是你最想要的肉啦！真的吗？不肉，夹吧夹吧，夹吧夹吧，肉，你知道霸掌吃腻了，想要吃点油的东西。霸掌不油吗？霸掌不油吗？等一下。霸掌油爆了，像错了、啊，你是不是没有？超油的啦，哎、欸，没有假的呀！我的天啊，霸掌超爆油啊！哎、欸，我以为霸掌没那么油，今天霸掌超油。八个人说很油，你还想说什么？八个人，七个。难怪小时候那个什么啊，我阿公天天给我吃霸掌，那段时间我胖了3公斤。那个真的很，那个热量真的很高、啊，那叫热量不是油，热量啊。天天吃霸掌，肚子不会痛哦。对啊，你不会痛。对啊，不会消化。你看你是那你应该是吃炒饭重吧？他是吃炒饭。我不知道哎，那是炒饭重啊，他是油饭啦，油饭啦，油饭。没有对啊，油饭重啊，因为油饭重就还好。原来应该是。好啊。南部北部的热量差一点。对，有差。哪边比较高？制作有差吗？我没有胖，我不知道啦。我也是不知道哎，他没怪了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南部种比较热量比较高吧？没记错的话，嗯，是吗？没记错的话啦，有点忘记，maybe 或许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，啊，我把它弄坏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我觉得应该是有人在开出来是吧？应该是有人出去玩了、你是说中介吗？中介不正怪了啊？有人在
有人在回家的路上之类的吧？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生了，生了，生了。哦，我刚刚再走回去了，原来是我呢。啊，就是你啊！叫我打，我打吧。嗯，我打，我打，人家打比较快啦。我打得快啊。嘿嘿嘿！哇，五元超多怪的啦！他还没点亮，我就九十了，可恶！你死掉了，就数数杀几只了。我是直接看统计，我是看我统计，我刚打开之后把它先数字先打下来，等下再看。啊，这样你就拿着工具过来吸电就好了。先打好了，我好了，我好了。好啊，我要把珍珠丢一丢，以后我要去做每日。哦，对哦，哭了，哭了，够了，僵尸四九零三五九，到处找怪，怎么都跟九有关呢？啊，有人帮我算了啊啊，够了，借我打一下，借我打一下，什么时候还呀？什么时候还呀？哎，哦呦我的妈呀，卡了，九四四，卡了一下，九四五，因为我传到外面玩了，你刚刚又九五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在射苦力，把他从前面穿过去，然后就射到他了。一颗星，哎，一颗星啊！哎，不会打雷的，差点就死掉了。重点不是你追到我，是我旁边还有一堆怪。知道，因为我就是在射那一只苦力。杰克，你是在练经验还是在打劫？练经验，练经验。哦，我要酒了，冲呀！你要酒了？哎，这卷是不是蛮好打的？我现在有九张哎。我也打到十张了，他比石头好打。我修个怪，我不是修怪啊，我修个装备已经十七张了，好多。在外面随便打，这是他接主线任务，就是我们每日任务，对，接每日就好多了。难怪会说这一次你运气好，钻石给很多。哇，是不是抽奖几率很低啊？哇，好多两颗。哦，先搞了。吧，那哇，几率多少啊？那几率，我九张抽到的，我十张跟你收。哦，音乐，你的运气一趴又来这了，我的天！你是要过来啊？抽 SSR 的耶！哎，卡扯哦，我觉得好扯哦，这么夸张，夸张，夸张啊！哇，应该这样子抽一堆都没有哎。好，杰克，你他在垫水位，他在垫水位，他抓到这个垫水位，这个没有水位吗？下一个抽的一定会抽中。好，已经都垫好了，就等你去抽了。对，就等你们去抽了，去吧，不要犹豫。不要犹豫，不要等到太怕。哇，我打这么多只才三张，我觉得我今天可以。打上一整天的安德，你不要占我的生怪树啦！我要凋零玫瑰，我求你了，不要占用，拜托。集体抗议有没有？集体，这设施是我盖的，请尊重我。讲话了，讲话了。收钱，要收钱。哎，你这样，嘿你嘿，他不见了，他消失了。突然就不见了，杰克你好了吗？他被吃掉了，是吗？他说你好了，你好了没？哦，我快好了。你怎么会修那么久？你是说谎？他一直坏，一直好，一直坏，一直好。他让我有一种魔力。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来来来来来，我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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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来是早就好了，在骗呐。我等下把整座拆掉哦，还在骗啊，还在骗啊。哎呀！我回去，干嘛那么失落、啊？你干嘛、啊？你太失落了吧？觉得委屈。我也想身材。你买断啊！来啊！跟我一样乖乖去外面洞窟哈。来来来，就晚上在那个、啊、大平台打很多。对啊，虽然现在大平台被占走一大部分，但是还是小平台、啊，还是很多啊，还是可以啦，嗯欸我们人要知足，对不对？知足。哎呀，这好烂哦！那你有没有把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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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钻石赚不少，钻石两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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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两颗再两颗。哎呦呀！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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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真的。喂，看一下我的数字。嗯嗯。别忘了买彩票哟。还好。
大家请记得去买彩票哦。对，要买彩票。不要为了刷这个忘记买彩票哟。虽然这一次才三，就是你知道上次已经领有人领过了，又重新计算了。哎呀，怎么我还是有给红包哦？有啊，反正你有给吧，我记得。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虽然还是觉得很难过，我一直都没中过。哎、欸，还有我啊。啊，对哈，还有你。还有我，还有没事啊？还有一个吗？还有我，还有阿纪啊，我三个啊，这系统我做的，我没抽到过，我真的是。我跟你讲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没有黑箱，有没有？对，真的。哎、欸，不是这样讲的、啊，这好像弄得我抽了就是黑箱的样子。怎么都是哈纪啊？我跟你讲，如果共估好几期，然后突然间你连续中的话，那就有可能了。那就哎呦，你看杰克，你看杰克，你看杰克，杰克，你看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啊！哎、欸，一趴太高了、啊，十抽而已，十抽而已，谢谢啊！你还要几张？你要几张？你要几张？我没了，我十抽你啊！没有啦，那个结束没关系啊，那个营养师你看一半，没事，你完了，他会来的，他不会来的，我觉得他不会，他不来了，不来了。好了，杰克，你可以来了，你可以来了，我十抽了。他要去刷石头了，因为他已经抽到，不想要了。没有啊，我可以继续刷票啊。啊，我就打好这石头的形状啊。你可以用票来买那个石头了。对啦、啊，其实可以不用慢慢点的，就是可以一次放上去，噔就这么的就哦。对，我也想要这样子一口气累积，这样刷感觉很爽，这样子。哎呦！他的点就是说，你身上满，然后就从啪炸出来，放烟火啊！放烟火在，对耶，那我在旁边吸人家掉出来的。你很快，快啊！我不知道是捡到几颗哎啊，可能两颗而已啦，对，两颗，所以繁星，我真的可以刷吗？可以啊，你用一个肉跟我换啊。哈哈哈哈哈！那第二个肉我再洗一条吧。你先给我好不好？两个肉，你要先付门票。哎，杰克，我是这样觉得啦。你看你现在还有大概一个快半小时，是一定刷得到的啦。对呀、啊，可以刷没事吧？我真的是两个小时都在刷这个、欸。可以啊，你就刷那个啊！我跟你讲，你一定刷得到，以你的欧气绝对可以。告诉你自己一定可以，挂号阴阳师抽不到了。哈哈哈哈这个没有太晚的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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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道吗？当你越不玩的时候，你抽奖运越好。为什么是我？坏！喂！哎呀！对联是不是又要多一个？对联又多一个，对，又多一个了。哎呀，是 Uncle Roger 在偷打我。左边听我解释，右边我哪有？中间哎呀！太越来越多了。我的口头禅也太多了吧？你才知道哦。问你啦。连自己讲过什么你也不记得，对不对？我不觉得我是这样子的人呐、啊。哎呀，那个麻烦那个重复回放一下，放不完的、啊。有人说我考不考，又要不考虑去当推销员？我觉得酱油比较适合。酱油没办法啦，没有没有，我觉得酱油比较适合，可以啦。他可能要先稍微练习一下就可以。对，他要训练一下他的那个羞耻度的部分。嗯，我觉得酱油会不会反推销、啊？我觉得对啊，我也觉得会。对啊。中间都被半中买了人家的产品了，好像不错哎。我觉得你们讲的很有道理，可是可以对我多一点自信。杰克，你要来吗？啊？哇，你不请自来哎。不行，好，你请进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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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给你，好，门票费，门票费，给这个，给这个，就真的给肉了，真的给肉了，那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个肉都可以借我吃一下吗？你没肉粽啊？来肉，来，给你吃肉粽。哇，你共用的，我的天！哇，好的口味啊，我刷到了给你哦，共识。哦，你是说这个意思哦？啊，那个嘞，烤肉也会饱吗？会啊，都会啊，他是那你还我烤肉好，我怕吃到他。不是啦，你还我粽子，我还你烤肉，好忙哦。欸、有人要打跳跳吗？哎、欸，我的肉在哪里？跳跳在我旁边，外霸掌。
它在水里哦。你是不是不想给我？你放箱子，你放箱子。回啊！这里这里这里下面。我有磁铁是不是？你关掉外挂哦。哦，那你又在开外挂了？还在开哦。你在家外面很近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的洗脸，我的洗脸。他不好倒这个。真的？到底为什么啊啊？杰克，我要讲一件事情。是。真的很讨厌。你做旗帜是不是拿我家的羊毛？你躲那个就之前在盖那个头颅，就是那个外面要不要现头的？那你是不是没有给我钱啊？那个他咋飞啊？其实我记得有吧。哦，好，你有你有，你好像有，我忘记了。我记得那时候是那个任务共享啊。好好好，有有有有有，可以。好痛哦！不是因为我在后置发现说哈基说要去拿我的羊毛，你就说那个拿没关系啊，你这样讲。那个脑没关系啊，那个脑没关系吧？就直接脑哟，就直接脑啊！你告知还可以让你呢，你这样直接讲，我是主人呢、欸。好了，我要去地狱玩。想看我，看你看，等他输进去。你只有一只马驹，摸他，你还偷看，加油！你也把他太击退了吧？击退了就飞出去，超远。他在看我，他在看我，然后换看小雨了。你说怎么一次抽完？秀成那全部拉出来，对啊，我的头，他记得，秀成全部拉出来。哦，你说占满一格哦？我要先离开这儿。对啊，你不是跟那个哈基老板买？对啊，那你要接到不是有告示牌？就是你拉几个告示牌出来，就等于交易，就是抽几次。来，给喽，给喽。get off 你看一个9、一个十、一个十一，你没有设定到十趴，都没有呀。是我刚十二抽也没有啊，我都没有。有人垫底了是不是？是有人在垫水位啊，有人垫水位啦。哇哦，哦，我们三个就是垫水位那人三个吧。哇，可是你谢谢吗？我为你垫了17张。在我后面的是谁？赶快跟我说谢谢。在你后面要抽到啊，重点。在我后面抽的是谁啊？我好，那我也要去修装。来一起修装，一起。所以现在没有烤肉的，就只有哈记、我、洋洋、酱油、小雨。对，对，没有问题哦。今天的目标是啥？大家都有一个烤肉。对，可以叫杰克代购，有吗？代抽代抽烤肉代购，代抽对耶，多抽到一个烤肉卖，不知道可以卖多少钱呢？哎呦，白痴哦！你的中秋烤肉还是命名过了，不能跟其他牛排叠在一起哦。对啊，还故意的。哦，好，可以。只是怕突然就肉就把它吃掉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是普通的烤肉。嗯啊，没事。丹南，莫囊。他怎么转了一个弯？我要刷怪，然后一只怪都没看到，是在 Hello。我想一想，发现这个其实好像已经也没了耶，现在也没什么人在讲。在 Hello， 现在这时代真的是过得真的很快，好可怕。又是在 Hello， 他说替换的很快吧？你知道上次我那个看那个虾皮的，你要打吗？购物车，我打一下。哎，像被购物车这种，我讲说我没点，我没有买任何东西，我只是打开来看而已。他就说你的购物车没有任何东西哦，是在 Hello。他在叫你，太凶了吧！在叫你，干嘛不买？还不快买？这个购物车很跟得上流行的，还不买啊 ？Hello， 没有没有，他真正跟上流行应该是现在应该是要说啊，你什么都不买，真的不要买吗？没谱，没谱，还在流行，我就知道。他写说：“你的购物车怎么是空的？”嗨呀！嗨呀！你的购物车怎么空的？嗨呀！这句话是哪里来的呀？你们从哪来的？啊？你有看 Uncle Roger 吗 ？Uncle Roger 吗？那是啥呀？炒饭，炒饭。完了，他不知道。完了，那你跟不上流行了。完了，加油！马上进步，你还是。
你还时尚嘞？对呀、啊，你是曾经的时尚 教母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好嘴哦，那不是嘴，现在停留在咪普了。没有啊，你知道时尚这种东西啊，就是你看一年前红豹纹，我一年后穿豹纹，至少代表我曾经时尚过。哦，没有没有，那个那叫过时，那是过时，old fashion。No fashion. Old fashion. 我的天哪！啊怪，啊打墨鱼会不会掉、啊？会啊，其实生物都会吗？还是打生物？哦，生物、啊，那代表动物场的也是咯。熊猫，哦，哎，掉两颗，哎，要打也是打繁星家的牛，我还以为要繁星家的牛好像很赞、喔，我要杀光喽，我要杀光喽，我要杀光了，剩两只，以后没有奶吃喽，互相伤害，以后没有奶，我刚以为团团要说要打也是打我，放开我的熊猫，他、啊、没有啊，不能打都不行，都不行，不用进去，要打也是打，这样有种是打我家的熊猫，因为我站在外面见。机会打到你哦，嗯，动物、哦、那个记得手动吸一吸啊，再一次丢啊。有，刚有吸。然后我看吸蛮快的，提前先讲一下啦、哦、是啊，那个给卷的那个几率，并不是你打那只怪掉落的几率啊，那个几率不是这样子趴数去算的啊。嗯啊，怎么算的？等今天两个小时过后再讲这个几率。好，所以不是哦。哦，好酷哦！居然是另一种算法，对，不是哦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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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三十分钟的播广告哦，哦，广告哦，哦，是我叫声啦，什么声音啦？不是，刚刚说那个柠檬多多有点酸呢，哦，所以柠檬多多好喝，推。推吗、欸？我跟你们讲，牛奶加柠檬真的好喝。屁啦，恶心的。它会凝结，它会结块吧？真的，它变一块块的，它变优格，它没有优格吧？那重点是它没有，我觉得超神奇，它不知道什么牛奶。鹿港买的，鹿港那个那边有那个老街嘛，就买那个有个牛奶加柠檬，我那时候很好奇，一喝起来好好喝哦。而且重点是你们说了结块，它完全没有，我觉得超扯。它到底是假的柠檬还是假的牛奶？还是两个都假的？哇！因为那个是物理现象啊。对啊，就是酸碰上牛奶的钙会那个会凝结。所以，对啊，那时候就记得是会这样，所以我那时候看到我超傻眼哎、欸。好扯！饮料拿过来是一个结块的，给你一个奶酪。哦。然后还有那个啊，那天还有看到那个可乐加牛奶。可乐奶、嗯，哦，这个我知道，可乐奶，可乐牛奶我觉得比柠檬牛奶好，柠檬很奇怪，可乐奶不行，我觉得柠檬牛奶比较好喝。哎呦喂呀，我的腿断了，腰修，怎么喝一喝然后就腿断，腿断了，喝一喝腿就断了。断腿，我断了一腿，太好喝啦，忍不住奔跑，然后腿就断了。哦，有人说，哎呀，我的腿要断。有人说那个他的那个牛奶是炼乳哎、欸，哦，炼乳的话，那就有可能、哦、有可能那个味道对。你那时候在，因为你喝比较多嘛，你那时候觉得有炼乳的感觉吗？哇，你说什么可乐吗？超浓的柠檬加牛奶，柠檬加牛奶是哈基喝最多啦、那个。哈，是哈基喝最多啊？对啊，没有我在问哈基啊。哦，那你们讲的，你要不讲云月？没有，我刚刚讲哈记啊，我刚一直讲哈记啊，他你们可能因为太多声音混在一起，以为是云月。好好好，你说都对，你说都对。哇，你是在吓我吗？在敷衍我的天哪，酱油！我的天哪！你说的对对对的，你说的都对了，好了，你是我最尊敬的人。好，要是有烤肉，肯定先献给你，你是我最尊敬的人，肯定是我的。好，听到了，有听到，前提啊，是我有。没事没事，我们等这个前提。以我这个电票的运气，我觉得我可能到明年都不会拥有。哎呀，都电给别人了。放电当天，你要不要考虑在我后面抽啊？你还要再想一下，你有中过乐透哎？哎，对耶，干嘛？你怎么了？你是故意叫的？我刚吓到，我刚吓
往前走，然后一次五六只酷狗一起回头看着我。我不相信。哎呀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因为你每次转移话题都会先乱叫，然后带敷衍带过去。我哪有？听我解释。欸、不是，我刚刚以为、哎、我刚刚以为我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刚刚走了一大段都没有看到怪，然后就一回头，然后就一次全部来这样。我以为是我那个哎、欸。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事。哦，地狱会出普通僵尸哦。柠檬奶酪啊？哦，好吧，我自己没试过啦，我觉得好奇怪。有，我的妈呀！他说有。有，他有试过，他有试过，吃过，吃过，还有一张，如果都是赞哦，十一张，十什么？十一张，你是也算很快、欸，哦，真的、啊，快哦。可是我刚在外面晚上打也是一个晚上十二张啊。嗯，有，我觉得外面因为被卡到我，他飞下来的时候我就把他砍死了、欸，我直接砍他两刀、欸，哎，哇，你这么卡的吗？像你阿派，对啊，像你阿卡。在你家派，对，不要派，恶龙卡，派是在有人在跑组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应该我带，没有，硬要讲应该是我跟酱油吧，因为我们两个都在一万格外啊，啊，然后我在挖矿，这一卡应该不是我的错觉吧？哇，我干什么？是，你看啊，是吗？你干什么？不是啦，我在地狱，你要就来。我们地狱是现在三界都有人的关系，三界对，三界就是原始世界、地狱跟中界都有人的关系。不怕，不怕，遇到干什么？哎、欸，我看他们在聊啊，我突然想到，你们以前国小的时候有带过蜂蜜水？有啊，没有啊？怎么了？啊、你没带过？我没带过、啊。我以为大家每个人，我以为几乎每我们每个人都会一定会带过，有没有？很好喝，就不想喝水啊。感觉那个时候都快要变成时下流行，你知道吗？流行倒是没有啦，真的假的？就是就有喝过啦，就到那个时候，我们班大概几乎快一半以上全部都在蜂蜜水。我记得是以前有风靡过一阵子，就是蜂蜜那个时候超级红啊，就是我是好像几个秋那时候的。没说怎么会减肥，没有，很早，在更早之前吧，在我们小时候的时候。哇，是记得有印象哦。可是我们的小时候啊，是有人的现在是呢。啊哦哦，好像也是 B O B O， 搞不好有人的小时候会小真的 B O B O， 没有都想 Q 他一下。哎呦，白开水里面泡柠檬片，这个我没有啦。我这不会，就有柠檬香气的水，这样吗？对，我只有不行。可是我应该有喝过一个你们都没喝过的啊？什么？就是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是合唱团，然后那时候合唱团那个老师就说、你要喝那个生鸡蛋，然后加热水加糖。哦，我有听过说好像可以对，就是护喉咙这样，对，开嗓护喉咙。所以我那时候每天早上就是白开，就是热开水，然后加一颗蛋，然后加那个糖。我的天哪，超恶心，哦、超难喝。超爆难喝的。你会不会喝过什么沙士配鸡蛋啊？还加盐、啊？为什么？这又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奇怪的东西啊、我那时候也不知道，我就喝了这种东西。啊，沙士配沙士加盐，我是有喝过的。有加盐，沙士有加盐，加盐还是有正常的、啊，还蛮多的，还蛮多的。其实我不知道，那时候我好像就小时候好像重感冒还是怎样，我就喝了那种东西。哪尼？感觉听起来像是偏方还是我的吧？我觉得应该是偏方吧。听起来是黑暗料理而已啊，什么偏方？直接黑暗料理了。沙士鸡蛋我真的没听过，好可怕，好恐怖、哦，真的有点可怕。杨颖在家吗？谁？杨颖。我在外面大平台大平原那边。好，就外面平原而已啦。对对对，刚刚怎么拼 ？P P 口 P tape P tape， 对，要讲 P tape， 这样我就懂了。P tape P tape 要讲 tape， 请问有人要来当打手吗？来，我你累了是不是？哦，我想说我回去抽一下。真的是耶！我打得过耶！好了好了，我吃个东西，
小孩子吵架，吞下去。哦，我大概知道机制喽。哎呦，说来听听。哎呦，我也有在做，是不是要轮流打怪物几率比较高？不是，啊，不是哦，猜错了。有 CD 时间是不是？嗯，一秒。我该私讯你才对的哈。我觉得我也觉得感觉偏，不然就是偏向说你一定要打，就是打几只才会有一个字。我觉得打打几只，我觉得应该不是支数，我觉得是 CD 哎、欸嗯，因为我觉得支数的话，你如果去打安德，就支数一大堆啊。对啊，所以我是所以比感觉这样听起来，这繁星那个比较高几率啊。因为我到处在躲怪，然后 P 一下就一张，又在躲很久，然后 P 一下又一张。难怪会说刷怪塔没关系。嗯、可能是时间越久的话，它的几率会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这样有可能累积时间呢。嗯，请问有没有答对呢？我十点在公布答案。我要拿十，我要拿十。那我觉得繁星就是正解了。我觉得有87%应该就是了。哎、欸，猜对有没有？我来定水位了，我来定水位了。哦，你抽走了，64颗，对不对？哇，你还是电啊你！还是电啊，还是电能啊！我骗电吧！都是在骗水位，骗电水位，又电又抽，然后把直接东西抽走了，你把水抽干了啊！你是把那个什么 SP 厂给抽完了？电水位啊，带先带走你的烤肉再说。来啦，他除了带走烤肉，还带走一组钻石啊！成本加，好，这样就两颗拿走了，没有钻石哦。啊，钻石，然后今天瓦贼，没啦，打掉掉。你看那个阿纪啊，你那个一组钻石几率也是1%吗？更低吧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哎，再来，继续，我们要破解它。好，怎么破？我们来破解。那个，要破解，开始玩海龟汤。海龟汤，开始把所有抽到的几率开始加起来，有没有？这个太累了，太难了，真的累。还是交给我们的万人的观众吧，然后来数一数有没有？可是那个烤肉的1%是不是？对啊，烤肉的1%很不准哎。没关系啊，就让他继续这样了，不然等一下他调回来，万一真的调回来，万一弄不小心我讨厌他。那是 reload 的，几率变动了，变动了。请问有考虑过还没抽到的人吗？抗议！抗议啊！没有，没有了。他搞不好只是重新整理而已啦。你知道，如果是这样子啊，你知道现在玩手游的那些人就会说什么？我觉得不高，要补偿，要补偿。要求十抽补偿。我是觉得现在手游玩家有一些真的是超莫名其妙的，这样就一直在吵补偿，超莫名的。那补偿是免费啊？哎、欸，没有，那补偿完之后还要钱，怎么那么少？补那么少？有没有用心啊？哦，拜托。对啊，像你说打发玩家哦。对呀、啊，哦，你是队友。我要退游了，太烂了。然后两一天过后，他还是在继续玩。对，真香，真香。好香的心哦，真香啊！赶快更新出来！哎呀，没有，他是一天过后，最后在社团发说啊，我抽到这个是什么呀？那边晒卡，对，他强吗？大家都很贵，我是新手，这角色我不知道。好像这只角色厉害吗？对啊，你知道现在都有高级赛嘞。高级赛是什么？高级赛就是像这样，像这样那种什么小雨学的那样啊。对啊，就是哦，我真的不知道这只是什么耶，它很强吗？大家可以帮我解那个吗？然后结果呢，其实可以帮我鉴检一下吗？然后开启十只 SSR 这样。对，然后全部都练满这样。哎，不是啊，明明就自己，那我不服输吗？明明刷的这样。有些人说啊，其实还好，就是可是我记得人家说他很强啊，这样子有没有？那你问题啊？我听我朋友说这只很强哎。对啊，可是我朋友说很强哎。那个啊，这没有用，这上个版本很强，这个版本已经废掉了，没用了。你是骗我？没骗我。如果是上个版本，它是很强，没错啦，这样子啊，这个版本它已经没用了，直接把它喂掉了，可以啦。我跟你讲，建议分解。一律建议分解。建议。对，一律建议分解。干嘛？没有了，那个三只叶被烧虫过来，吓一跳。
我的美女，我的美女，你在干嘛啦？你干嘛？有只绿色的燕妹，太强燕妹。哎呀，哎，都是我喂的，还想跟我抢？坏人，这是我叫他过去的。你叫他过来打我，你还想跟我抢？啊！我要酿，我要酿，我要酿要死。叶妹，快绿一下啦！叶妹，绿一下。那你可能要先找隔壁老王。公仔。哎呦喂呀！我家狗都同意呢。你家狗在骂你乱开车。哇！是不是有问题呀、啊？这个几率是什么？爽哦！我也好想要64颗，我不要烤肉煮了，我要64颗钻石。他们觉得钻石比较好。我没有，我只想要去冲我的稿子，我稿子变到6，我很难过。欸、不是几率，我不是大，这是大起大落哎。没有，只能说大家对这次都欧皇啦，好不好？大致都欧皇哎，你们这么说，你有考虑过没抽到的人的感受吗？哇，就是比如说你要像这个吗？飞球，那是这个吗？说小雨飞球，哎，这个小雨下一个就我了。对耶，小雨上礼拜也没玩到啊，这次也很熟悉这样子，哇耶，哇，小雨在帮别人垫水位了。我已经抽了30几抽了啊。我跟你说，我抽了20抽，中了2次大奖。你在晒开，晒开，晒开！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中了2个肉，然后64个钻石哦。啊，那你快跟别人说，你不要跟别人说。抽了一组半的烤肉啦，吃不完了。夸张哦！好夸张哦！夸张哎！夸张哦！黑箱啦，要求公开抽奖几率。你家有龙岩史莱姆球？我箱子里面有，我箱子里面好像也有。好，像我也有。哦，很多。哦，地狱太恐怖了，太偏，太偏，不能回血的地狱好恐怖。请问现在外面是晚上吗？晚上，快白天。好吧，我感觉好像我快看到几率了。为什么会看到几率啊？你怎么看得到？我在试，这个知道怎么试？哎呦，加呀呀呀！最后一个，加呀也有了，哇塞！哇，你完了，哇，被讨厌了。啊哇，没有没有，现在有烤肉组的是占大多数啊，是我们没有的被讨厌了。伙伴精，没有的人喊个哟哟。有，好，就我们3个了。但是它是分门别类的，是吧？分派系的。3个，然后3个吗？4个吧？没有，我在乱叫。4个吧？对啊，我在乱叫。不是哈记酱油，我跟小雨吗？对啊，现在是各半哦，再一个抽到就。这4个人当中，还有一个是抽过那个哦，乐透的哦。然后这里面是3个没有中过乐透嘛，对不对？对，3个没中过乐透，1个中过。哦，我在里面是不是很飞啊？出了一个间谍。哭啊！我好像抓到那个冷却了。我也抓到了。嗯嗯。所以我就是忙完一阵子出来看一下。我觉得有理。白眉，你是说券吗？对啊。对。哦，白色，我以为你是说抽奖，我抽奖我抓不到啦，抽奖我抓不到。对啊，我想说你抓得到，你是鬼吧？我应该就随便抽，我不是哄那个64颗钻石吗？你应该先被抓去关。那个我要去久违的按那个控告你，很久违的按了一下，有没有？可以了。我也觉得刚刚。我也觉得，对啊，我也觉得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但是我也觉得。你不是说你要改掉吗？哦，对哦，那我不觉得。你到底觉不觉得？这个啊！你看又来了，每次这样子，每次这样子，每次这样子。你被扒卡了。被发卡了，还好有防爆，不然我的戒符壳就没了。
我被敷衍了。不是啊，你那个被炸也不会怎样啊，你知道吗？被炸不会爆崩，剑锋很硬哎、欸。他的他抗爆不是很高吗？嗯，他真的假的？真的、啊，除非你把他 Q 出来，嗯，然后被爆掉才有用。嗯是的、欸，其实我说真的啊，我玩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拥有过介符盒，所以我不知道。正常啊，你那时候玩的时候又没有，你在玩的版本没有吧？我记得你那时候在玩的。哎、欸，松手松手，这边是我的券，这边是我养的券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的 CD 到了吗？你的 CD 到了吗？CD 什么？我不会算 CD 了。你不会，你还在边砍？这是我养的。不是，我还是要打、啊。有人在家吗？你砍两刀没有，那就是 CD 还没到啊。请问你们现在是在玩开心农场吗？他把我的鱼杀了，笑死！你去钓鱼啦？钓鱼没有办法有那个啦，没有办法。对啊，钓出河豚，把河豚杀死。太累了吧？太累了，真的。河豚是直接死的河豚吧？最后再讲更多，我就觉得怪怪的，就坏了。不是啊，水下的乌贼、墨鱼打一打就有了，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。对对对，所以我刚是打乌贼啊。哇，酱油，真正的电水位，电水位喽，电水，看来是展现真正技术的时候了呢。下一位，看来是时候了。是时候，你说该出一个了，是不是？该拦截一下了。哦，得到了，谢谢酱油，我帮你建，千万可以来小雨给你十颗，耶，我有十颗，你看在我帮你建的份上，可以分我几颗吗？不要，好，你等下跟我拿，你等下跟我拿，你跟我拿，我放在你最左边的剑符盒里面哦。什么什么？什麼不是你啦，小雨啦。好，谢谢你。有你的份，有你的份。对不起啦。啊，酱鱼在哪里啊？我在那个腾腾家外面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觉得。谢谢大大巫师的分享。你刚抽几张？我抽16张。我鸟枪有点多哎、欸。好多、哦。好啦，给你十。总共抽了30。我也是30几张哎、欸。好扯哦。谢谢大大无私的分享，好人一生平安。你赶快存起来，你赶快存起来，赶快存起来。好，生泡面有调味料。你不要放在路上面。这个你知道，这个路上面都是放介符合害的吗？就是你对不对？真的吗？好，那我已经抓到再换。我跟你说。你这个白痴！你这个白痴！你这白痴！哇，直接骂别人白痴哎、欸！没有，听我讲，听我讲，他一开始工具拿对的，在那边锄半天锄不了，他换锄头，一锄下去变耕地了。骂骂来来，我教你，我教你，我教你。来来来来来，这个你这白痴，这个放去吸，去吸起来。放下去变成草地，草地才能变耕地。草茎啊，草茎，草茎，草茎啊，这个也是。这个是真情流露哎、欸，他没蔓延，要这样才蔓延。出自内心的，真的是出发自内心哎、欸，不是完全不演的哎、欸。真的哎、欸，你看我们大家这一群就是这么的真性情，对啊，都不演哦、喔。哎、欸、哎，酱、欸、油有两组钻钻呢，他很夸张啊。然后他有63个在我手上哎、欸，好扯啊、哦！真的、啊，我骗你干嘛？你打开看啊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我耶， yeah, 我要偷到一组了。你偷窃了，你偷窃了。这个就是残酷的现实，你身上没有钻石了，自己拿走了，身上没有钻石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真的是存很久，你好强、欸，都不会想花哦。你刚钻石是几颗？我要还你，你钻石几颗？会克制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繁星，你忘记一件事情了。哎、欸，你要对他温柔一点。我很温柔，我要还，我要把他不见的东西还给他了。没有没有，你要把你刚刚说你这个白痴稍微修饰一下。哦、你这个。来请，不对，来请。我可以自己选择他骂我的方式吗？你这个欢吃，
你可以说你是个智商不足十的人吗？还是很凶啊，你是很凶好吧？可以把我的钻石还我吗？不是啊，你留这个钻石剑要干嘛？这没用啦。哦，这么那你钻石镐还没鉴定，你在干嘛？哎、欸，真的吗？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。来，影月帮忙看，你看他武器也没鉴定，你刚才干嘛？你知道你在玩什么啊？对不对？他没有，他只是想存钱。然后影月，你看哦，这是他的钻石。你的胸甲哦。哦，这还有这个这个哦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怎么就没了？竟然就没了，怎么又没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 ATM 转账吗？啊、怎么真的是不见了？怎么真的是不见了啊？这个，猪油转账了，转账了啊！转账了，转账了，转账了，转账了！啊，走了！快！我差点说遗产，我的财产，遗产是什么鬼？报告，我已经破解了。破解什么？一分钟一个，对不对？CD 四十秒。哇！你在算哦。我拿一个码表啊。你也太狂了！然后你到处砍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有哭工塔，我站在那边，我打一只，然后看一下，哎、欸，四十秒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们说三十秒，我打三十秒，三十秒没有啊，四十秒有啊，四十秒。等下要更新了，你完蛋了。有人要打那个吗？精英怪。好，哦、oh, 欸，这只我有问题，是不是不我钻石怎么打的？我刚问你几个，你没理我啊？我那就十个了啊，你也忘记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个万能的观众呀，万能的观众大神啊，对啊，请问一下，我钻石原本有几个呀？哦、原来有42颗，对不起，我好像拿太多了。你回我两刀了，快死翘翘！你赶快，我在坦罐，你一直躲到我前面嘛，你不会就在后面哦？后面有人站啊！我已经很远了，我有32个。哎、欸，32哦，好吧，那巴拉比，那雷蹦，二三四，哦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来找我，来找我啊！还抢走了，被抢走了。石头是不是在我身上啊？还是你们吸走了？我没吸哦、oh, 对啊，酱油你 你们都没有，那这个就是你的，你是得主耶，你为什么要这个？那可以跟你拿防爆卷轴吗？留走了，要钻石啊。好吧，耶、yeah. 因为我要存财产。我给小雨是因为他上一次没有参与到。对、哦、真的吗？对，你要还我10颗。上次没领到分红，那小雨我也给你10颗。耶、欸、你还我10颗。你哦我还没拿到东西。你没拿到东西拿走。我拿一个啊。你要八颗吗？八颗吗？八颗吧。我刚给你10颗，放在你的箱子里。你没有打，你没有打。我刚要打，我刚最后有来啊。没有，我有打一下，我挥一下，我挥一下。我想说，刚刚那个不算我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没有，他自己知道，他还跟你拿了防爆卷轴。哦，最贵的，我有灰啦，有啦。这样算错了吗？是尾刀不是你而已，哎、欸，尾刀是你。哎、欸，没有错啊，十颗加那个、啊，对，32颗。那、啊、我要找一只墨鱼。啊，不是啊，你箱子里面有10颗啊，你刚刚不是有10颗？我拿出来啦。嗯嗯嗯，我没拿出来吗？你又想放在上面，你又想放在上面，是不是？你要我骂你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打，哎、欸，我没拿出来，对不起，大大，请你拿吧。我拿了。那个 ATM 转账 ，ATM 转账，准备，转账了，转账了哦。哎、欸，酱油。嗯，给你。给我干嘛？我拿了啊。哎、啊，我没拿哎、欸，那个、哦。哎、欸，那个呀，给你。好了，你可以用草镜了，快点。哎、欸，结果、啊、我来了，这个对、欸，真的，哇哦！哎、欸，结果哈记啊，嗯，刚刚万能的观众都说，刚刚那个石头好像是我自己的，不过算了，我就拿它跟你换防爆卷轴好了。你知道你做什么事了吗？我不知道，可是我知道把它打开再放回去就是对的了。对，它还没蔓延过去，你就已经除下去了。就刚刚那颗我没有吸到，不知道是谁吸到了，就这样。不知道，可能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的数值一直都很高，我不确定到底有吸到。
可是我没有啦，石头啦，是不是说石头啊，石头啊，哦，因为我都现在都直接放在身上、啊。没有，你可以问你的万能的观众大神。来，观众是我心头吗？就是杰克有没有？再换一颗，换一颗。抓到！哇，观众都好累哦，帮忙看。对啊，观众超强的。我想说，我对啊，右边是洋洋，左边是杰克，前面是影月，对啊，注意事啊。我是最后一秒的时候从洋洋的哎，你没生啊，哎，你没生啊，我看你来看我演唱翻唱翻仔，我要拿那个，我要拿那个那什么、啊、那个每日，去创造啊。哎、欸，对，我要来看我的每日。对，我要看一下每日。啊，对，我每日还没拿哎、欸。对，对啊，每个人都在看。哇，你次数手关在那里面了、啊。钻石，我再找一找。蜈蚣，哎、欸，有蛋蛋哎，海龟蛋蛋。充盾啊，充盾啊。嗯，我都过了啦，应该都过了吧？看一下，啊，都被洗掉了。看一下每日还有什么、啊？每日有哪几个、啊？等下晚上跟我讲一下。僵尸、蜈蚣。那我应该都过了吧？我刚刚都过了啦。解完是几颗啊？三十颗，全部解完颗啊！就是以前的那个，就抽奖啊，抽奖的颗。以前的上天。对。僵尸跟骷髅是确定过了，苦力怕也。你如果刚刚一整个晚上都打怪，应该有吧？就十只而已，不是吗？应该有啦，但是就嘿，我先拿二十颗，等一下再说。万能的观众。万能的观众啊！观众要不要算一下？万能的观众呀，你们怎么那么一滴好看啊？哎、欸，这样讲起来，我觉得我们好废啊！石头没在吸到。问观众，石头这边我不是我这边吸到，观众就讲不是。观众表示怎么都问我们呀？啊、怎么都问观众啊？观众好忙呀。嗯，观众边打边叹气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发现了吗？又发现一个新的东西了，不确定啊。你讲，你讲，快点！我先观察，我先观察。你讲出来嘛，一起分享，帮你找啊。经验球，怎样了？经验球，怎么了？经验球怎么了？到的时候，我不确定。不是吧？它是劈下去才有吧？砍死的时候啊。没关系，你继续，你继续试，像小雨刚那样。继续。没有，我刚刚就直接在画面上一个放一个那个世界时间。不是、啊，你说经验球吸到怎样啊？听不？会拿到票啊？吸到，这是算经验球吸到的时候才不要经验打蝙蝠没用。我刚刚打蝙蝠好像没掉哎、欸，对耶。可是经验变成了。因为他不是杀死的时候马上给，没错。因为等一下，因为那个我不是有个那个吗？凋零塔。因为那边安德是自动摔死的，所以箱子里面都不会有券。哦。哎、欸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如果之前哎、欸、我们在生存的时候拿得到经验品吗？拿不到吧？你想干嘛？可以啊。没有啊，你可以买啊，可以买啊。哦，有啊，可以买啊。一个钻石拿一个。哦，这样好像不太划算呢。很不划算，我不要。你问一下，有人要去打不副本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你又变水位，你又变水位。有人哭了，有人要哭了，有人要哭了。哎、欸，好了，哎，语音停下吧。我想说没有，打怎么没有就没有。我刚刚有点想要回心转意去打，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下去了。啊，可是我十几颗石头下去了，我拿去跟杰克换钱，就有钱。好像一比十哦，一比十，也可以啊，不是我用十五吧？这不是十五吗？没有，小雨是16，还是十六？哦，16吗？越喊越干了就算了，一比十六。我现在自己分到一万多，我应该是一万格外打还是？不用一万格外，没有，不需要、欸、这样子哦、喔，你过来我这边，你去打熊猫，熊猫会掉。去打风雨，白痴！哇，你吃的好自然哦、喔，很凶啊！来了，师傅。你刚吃的好自然哦、喔。来，你可以来这边，你可以来这边打鱼啦，打鱼也有几率。等下什么叫他出来了？你不要把鱼全杀光哦。一分钟杀一只就够了。我在想挖矿是不是有啊？我等下去，我去挖个矿，就在我这个。这个答案是、欸、你不用啊，你从熔炉里面拿票出来就好了。对，谁加入？哇，是叶妹了，叶妹了，是叶妹还是他叶妹？叶妹，他脑子怎么了？感谢克洛伊的打呀，他脑我皮膜拍谁？皮膜脑，
脑皮膜，脑皮膜，脑皮，脑皮，脑皮膜，到底是什么？哇哦，你跟老皮很熟啊！大爆，而且好多鲑鱼哦，这些鲑鱼群哎。对啊，所以我来说，在我们来这边一起捕鱼啊，一分钟打一鱼，对吧？就各种计算啊，各种算。不要打太快哦，会灭绝哦。真的？所以刚叫你不要打那么快，你看你，哎，这个鲑鱼不会自己再生哦？会啊，会啊，会会会，那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我要边吃棉花糖边。你还来？苦力怕你怎么不会跑酷啊？哎呦呀，你怎么不会？他会跑酷跟着他。没有，他站在一个跑酷点上，他不跑酷，然后慢慢慢慢过来，然后就看到他跑酷才可怕哦。看到嘛？对啊，然后你下次就说哇，苦力怕会跑酷哎、欸，吓死人哦。什么？震惊！苦力怕会跑酷。哎、欸，不要提乱讲好了。太醉啦！哎，打不到那只。好啦，你是看 天花板就会那个，因为有那个啊，对啊，嗯、啊，没办法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这光好低，不要去嘴里，比较安全。这夜妹到底是要生几只啊？因为我们今天都还没睡觉。那是不是该睡一下了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小朋友才睡觉，大人不睡觉了。你是不是要讲说我要去睡觉？是的、欸。嗯，没有，我是成熟的大人。哈啊啊啊！啊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刚说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还有杂讯呢。我说我要去睡觉了，拜拜。刚刚夜面在哈哈哈，听不到。我要去睡觉，大家晚安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小孩子要睡，小孩子要睡。可是我没需要经验值，他还是给我那个。你是刚刚打，这是个假设，是个假设。你后面绿绿的，后绿绿的，绿绿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说你绿绿的，你不骂他。人家说你绿绿的。他说我后面绿绿的。你头上绿绿的，你头上绿绿的，你头上绿绿的，头绿绿的，可能不太行。后面可以啊，好厉害！隐晦嘛，有没有？你后面有做谁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哎呦！鱼儿、哎，来吧，接受我。哎，哈？爱的铁拳。哦，好。我要求这四只页面是怎样？哦，不要去射我、啊，很痛啊！哎呦，过来。哎呀！真怪路。对啊。哦，先。清水性不好，欸、你师傅打的辛苦，要帮他一下。师傅，我来了，等一下我把汤吃完。我要把叶妹带去你们那边。哎呀，真不要。要。他还说我先把棉花糖吃完，有没有？夸张。先吃糖，哎、欸，就是。吃一个，你用弓箭射怪，我看。会啊，会拿到啊。会拿到、哦。会。CD 到四十秒到就可以拿到了。所以是造成伤害吗？我觉得是死亡吧。尾刀那一些啊，对啊，就是可能你的计算 有多一个那个生物击杀就会加的哦、嗯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现在就是研究员攻略组，然后我就像是那种平凡人，没事，我只要有证就好了，剩下我不在乎。没有，然后我这边就是我要等攻略组出攻略，我要抄功课。我也是加一，等着抄这样子。嗯、要我自己思考就先不要，先不要思考什么的，先不要。啊，你是不是抄袭隔壁的影片？哦，我没有哦，他们是用钻石剑，我是用钻石斧哦。没有，我是玉髓剑，我是用玉髓剑，哎、欸，不一样。哎、欸，我们是借剑。哎、哦欸，那个版权我买下来了。太难了吧，这个。哎呦，我不太想用。我现在买不下来了，我现在是低收入户，我没有钻石。你的教徒有两组钻石砖，可他不给我。你的教徒呢？他坏，他学坏了。他捡到饮品吗？没有，我这叫一次累积。积少化痰哦。哎，积少化痰，积少化痰。我的目标就是，我想一下，怎样？现在定一下，把整个戒符盒都塞钻石砖。太夸张了，不可能呢、啊！你真的是加油几个啊？就我现在才三个，两个。天哪、啊！
这个目标真是远大，真的是远大的梦想哎、欸！我的天，你真不愧是梦想教母！哎呦，我要要求。没错，可是这个梦想教母，我觉得打就放弃了。没错了。突然好想花钱哦，哦花花花！酱油不小心，如果把那个戒佛丢到岩浆里面，岩浆你直接你会哭死。对啊，从此不开游戏。我好想哭死！我跟你讲，我会直接说哈基对不起，可是我觉得对我伤害太大了，我觉得我没办法再参与轻松生存了。我一看到岩浆，我会想开，直接消失。我会想要跳下来。下去寻找我的戒符盒，所以酱油，我跟你说，不如你现在就去花吧，不然我还想要跟我说交给你吧，啊，交给我是可以啦，更好，也是可以啦。我觉得酱油，我跟你说，酱油，我跟你说，你拿你那些的钻石砖啊，投入到我的这个幸运现在六的稿子，把它抽到幸运值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共享这个稿子，好像蛮有道理的。我跟你说，幸运八的那个稿子啊，十二个母矿可以挖到一组钻石哦。哎呀，你看这吸不吸引人？吸不吸引人？哇，哎、欸，挺有道理的，我觉得我快被说服了。哇，到了，太棒了！三个太扯了，哎、欸，请把我电的水位还给我。哎、欸，我有电水位哦，谢谢。太笑，太笑。小雨，你可以不用努力了。好，说什么不想努力了？说什么你今天好帅啊！所以现在还没有烤肉的有谁？喊个有有有，就我们一样哦。完了，就我们。对啊，就我们啊。杰克好扯哦，很夸张哎。杰克，我们交情也不错，也不差吧，对不对？杰克，你近期不可以抽卡，近期不可以抽卡，真的不能抽。对你不能抽，你不能，只有下次抽卡是在十月底的时候。你不能出门了，你不能出门，不能出门，完了，你不能出门。你十月十号会被打。预言哦，对耶，小心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八号就可以打到你喽，小心哦、喔。杰克，杰克，我们这边那个睡一天晚上，房租只要一个无限牛排就好了。我已经捐两块出去了。哎、欸，那你还在打，你还在打三块。所以你看欧气超超重，随便冲随便有，对吧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再抽，你可以在我旁边吗？谢谢。你家帮你抽好了、啊。谁啊？把他会吸票给我，你把票给我啊。他会吸你欧气啊，不行啊。真的、欸、有道理啊。那等一下，你可以离我一万尺远吗？一万尺是多太远了吧？一万尺，那我就随便 TP 一万个、啊。啊、今天不中乐透会没关系了，真的、啊，已经很多了啦，你中你看这个啦，你今天中太多了吧？你今天中了你要怎么办？你今天中跟我们每人一组，对，不要，我今天中了我就把那边的钻石全部分掉，好，可以可以可以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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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过，然后我就不去签，有吗？我就你有买了吗？我刚没看到你的头。还没买啊，我都是最后才买的、欸。啊，我刚买了，还没看到头。他等下就不去花了钱就买了。我买说，哎呀，我忘记买了呀。哎呀，啊，怎么开奖的？哎呀，小心啊，只好下一周再来了。哎呀，这是不小心的，本来想说众人要分给大家的。太不小心了。我怎么这么傻呢？哎、欸、嘿！还要跳一下自己的头，对吧、啊？哎呀，我真笨呢！旁边还有星星会飘出来，然后你还要眨眼吐舌头，要挟我，这在卖萌了吧？哇！给我一把刀。笑死，怕爆，真的是怕爆。他对，所以自从允月那个之后，又要有新的人拿刀了吗？怕哦，我觉得太可怖。太黑啊！太黑啊！太黑的是你吗？那我自己砍了自己好不好？我不会做这种事的。这鲑鱼怎么越来越多啊？好恶哦、喔！越生越好恶哦！哇、啊，这边越生越多啊！他们都要逆流而上，是不是？哎、因为越是熊啊，你会去拍它不是吗？哦，然后越拍越多哎、欸，然后熊，
那你小心哦，不要生吞哦，会胃食道逆流。欸、是啊，你胃食道来看，你真的鲑鱼会逆流啊？它真的在往上翻哎、欸！你说那个，我刚好看到，你看这边一大堆超恶的，你看那边，我要来看，我要来看，你看这边会往上翻，它往上翻，你看，看在那个水面上翻啊，好恶、喔！旁边，团团在哪？旁边，就你旁边，哎呦！来了太多了吧？而且你知道重点是什么？我刚刚这边已经杀一轮，他还一直生一堆，超扯！哎呀，我之前盖的跑道吧？对啊，然后你看那边一直在往上翻啊！哇，这个这边好好刷哦，这个。对啊，哎，这个盖这个赛道的是谁啊？我啊。你没有友善对待鲑鱼，鲑鱼的鱼权呢？你看他鱼权，鱼权，你看他都卡住了。哦、我想说，我要再游过去哟、哦，怎么过不去呀、啊？我过不去了，不。你看，你看。一直翻，你看，哎、欸，他们没办法回家跟家人团圆呢。你看，原来家人都在这了。他们想要在这，在这。人家都有北漂青年，他们是北漂鲑鱼，哎，你看怎么办？北漂鲑，他们很难过，他们很可怜。超多鲑鱼啊！有杀鲑鱼，爸爸死了。爸爸死了，然后妈妈也死了，妈妈也死了，让我们都回去吧，让他们都回去了，小孩可以团圆，他就可以团圆，一家团圆，一家团圆，游不过去了，我们让他们在天国团圆，嗯，哦，哦，听起来有点可怕，天哪，我们怎么这么善良呀？哎呀，你都被打光了呀，好像哪里怪怪的，不是，他鸡血杀掉了，嗯。对啊，血杀掉了、啊，一只不剩，没了。是的，旁边还有一群，对啊，还有还很大一群呢、啊。对对，不要再看了，我给你解脱，不用谢谢我，不用谢谢我。哎呦呀，有嘞。好了，来看看这边还没有鱼，好像都没了。该回去了，另外一边有。这边一边有吗？这边啊，有哎、欸，在那个迷宫底下。他们怕害怕，赶快跑走。对，像这一团待宰，待宰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待宰，高鱼吗？高鱼，待宰高，待宰高鱼，听起来有点好吃，这是新的料理是吧？哇，干嘛逆流了？饿了，饿了，逆流了，饿了，饿了，饿了，我也饿了，饿了，讲讲我也饿了，哇，真好吃。好吃口冰酥、啊，那个了，没有啊，我吃迪酥，我要来吃迪酥了。地板上，你要吃迪酥？不好吧？嗯，迪酥咬起来有点脆。脆的迪酥，我的天哪、啊！脆迪酥吗？你们是要把我们昨天晚上的梗拿来用？你抄袭我、哦？哇哇，你是不是该分一点给小雨啦？小雨，你不要努力了，我分一半给你。哇，没有哎，小雨已经拿了我的那个哦，他已经拿了无限烤肉，还有无限烤肉哦。对，我有无限烤肉了，好爽哦！等一下，我要那个小雨专业电水位。哎，我要直接42点哦，我要42点。哇，超！哦，有两个，哎呀！可是没有那个、欸，没有哎，可是你的稿可以升上去啦。你没有无限肉哎、欸，对啊，我没有、啊，他没有无限肉，你有4次64。屌的！哇，哎、欸，又一个，哇，又一个，我抽到大奖啊！是哦，哎、等一下，我看到一个很关键的东西，什么东西？鲑鱼吗？不是，鲑鱼，你没看到就没事了啊？什么？叶妹在飘之类的吧？哦，上去那个石头吧。哦，上面有石头。我猜对了，有没有拿到？猜对有没有奖金拿？虫子石。哎、欸，在上面哦。我刚刚从你眼前经过，你知道吗？啊、抱歉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我就是已经走过去。我的，这什么东西蒙蔽了我的双眼？
钻石。是钻石啊，我们头上。哎呦，BOSS 在头上。哎，对耶 ，BOSS 精英法师在头上。哎呦 ，reload 喽 ，reload 一下、啊，我看一下这个几率到底正不正常啊？哇，等一下那个你们抽的时候显示那个数字啊，就是抽的那个数字，没有问题。那我要来测试看看，好来，好，那就一。有吗？有吗？喂喂，哎、欸，你有看到数字吗？他没看，没有吗？没有，没有啊。你说一什么五一？你说五一？这跳跃数字嘛，对不对？有字后面不是有就有数三七五三那个是吗？对对对，他那个数字就是你这哦自己抽一到一百的那个数字，对。哦，看懂看懂看懂。所以上所以泱泱自己看得到这样？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所以你们是看不到的。嗯，我们看不到的。我们只看到你抽到什么？神秘，我不是设定一趴而已，奇怪。哦，结果直接大爆棚哎、欸！你这些欧洲人，你们是欧洲人，我没有无限烤肉，可是我还是没有烤肉，可是我爸煮饭，你知道吗？是啦，是啦，是啦，没错啦，我不反驳。我觉得烤肉是觉得我吃完蚂蚱再吃烤肉会太胖哦。他一定是因为知道你现在吃东西啦。啊，真的吗？不是烤肉不开心吗？哇，十八关、哦，我故意出来的。哦，差不多了。装备快爆了，我跟那个没有修补。哦，其实你 TP 也可以出来。哇，又退等了。真正的欧洲人。哇，又退等了。再升回去，再升回去。哇、wow. 哎哎没事，哎呦，哎真的很难升哎、欸，在上面真的很难升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可能要站下面才会很女生啊，也是，好远、哦，我懂的、啊，我的天、啊，对，还没抽过，对啊，他去抽过几次啦、啊？我抽过几次啦、啊？再抽看看，抽，啊，水位垫起来喽！水位垫起来喽！水位垫起来，连垫很多人喽！有没有人要抽？哎呦！我刚刚也垫喽！哎呦！哎呦！我把它加到里面去好了。想干嘛？没有，我把那个抽到的编号那个号码加入哦。白痴，我放一组钻石在上面干嘛？要用欧洲枪抽，欧洲枪是什么？欧洲枪，欧洲枪，他又回来了，讲英文啊！好，我有23张，我要去冲了，冲！嗨，小雨，嗨，来了，第二个欧洲人要来了，这里很适合40秒打一次，差不多是没错。哪里？哎，哔哩哔哩，你们在哪里？对，因为他掉电量掉很慢。哇塞！哇塞！哇塞！没有想说你在等啊，你发了我一拳。哎，有啊有哎，好了，应该有了，有了有了，可是我已经有了，一直都有，已经有了，已经有一块，就有啊，我第一个抽出来的。哇，对呢，雨月亮。啊，那你看你要分享烤肉吗？吃一口，要分享一口哎。还有谁没有啊？哇哇，还有小雨，还有我有了，哎呀，还有我们，还有我们三个啦。对。那他寄在我旁边，就先给他寄了哦。耶！自己做的，然后自己抽不到，真的是。谁的斧头在鉴定箱里面呢、啊？你、啊？谁的斧头啊？应该不是我吧？好像是我。我这里有精英，有没有人要来呀？啊，那个雨月帮我放到那个哪一只啊？哪一只、啊？精英法西。法西。你又说不好好讲话、啊，精英法师，这样有比较可爱吗？很神奇，比较可爱吗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要吃东西嘛，可以不要这么苛求我吗？那讲话可发比较好听吗？可骗，网络用语吗？没有啊，有这种用法吗？没有，我没听过，很多都是你自创的。就是脸谱嘛、啊，不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啊，真的吗？那已经是不同层次的东西了。对啊，真的吗？他你都每次自创语言，然后都说有啊，我讲的吗？啊，真的吗？我拍谁？我用斧头打好了，打斧头啊！不要看我，
你是坦克哎、欸、你家你哪有呀？你老婆不是我杀的，你是仙人掌哎、欸！不信我，嗯，我的衣服砍不死，对啊，不行哎、欸，我还是要用剑拿。哎呀啊，好，我远一点，我远一点。哎、欸，我的，那我做，等等等，先把小智拿，好多了。哎、欸，你儿子、欸，你儿子，他应该会自己消失吧？不会吗？有几颗啊？谁捡到啊？真的是在我这，给他捡。哟，我身上有没有钻石吗？哎、欸、哎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在哪里？该不会混在一起了吧？哎呦，给你给你，这个给你。哎、欸，居然没有我，你们到底怎么算啊、嗯、你们真的是旁边放一个马表？我手机旁边放马表、啊，我手机放马表，放一个时间啊！真的、哦，你们放马表？对，我看感觉。我也是看感觉，所以常常都 miss。我手机放马表是很方便、啊，你就一直放着就好。反正还可以顺便充电有有，你就大概瞄一下时间，差不多就可以。那我现在应该要再去打一个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你不要了，拜拜。我要，我要！哎、欸，我居然没有！哎、欸，我居然有！到底有没有？没有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没有。哇，好多颗哦！嗯，我又失误了。好快啊！又没有，该放马表了哦。啊、有了，我笑。所以应该你们没多久就也要了。嗯，你还是这样判断的吗？对啊，因为是我通常都是我先，然后再杰克，再小雨啊。嗯，对，有顺序，有顺序。怪嘞，我觉得我应该去你们那比较好判断我到底有没有。你就看人谁跟着打，你就跟着打，然后下一个他再打你就打，跟他后面打就对了。你有道理了。他怎么都不掉？哦，掉了，他掉了。小雨，我还没。那我要去你们那。这样我们又多一个人，我们这边越来越多人了，我们好热闹、哦。这边是刷票场所。对啊，真的是刷票。在洗票哎、欸，我的天。我们哎、欸，我们可以打啊！我们拍一下，拍谁？我们可以打麻将嘞，搓一搓。直接在那边开打麻将，指定打开啊！来啊 ，Steam 打开打麻将，打开打麻将。不可能，就是打一小圈就要打一下吗？对啊，打一圈。哎、欸，然后摸牌刚好是40秒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等一下轮到我摸牌了，我抽一刀。人家打牌是速度很慢，超慢，超慢。40秒还摸一张，我的天哪！四十秒太久。等一下小雨打我就可以打了。小雨打还是我打？我打完你才能打。哦，好，原来。赵胜旭，赵胜旭还想插队。对呀、啊。刚来就想插队啊！打都顺便打人。我不小心的啦。太狠了！你对我有什么不满？没有，没有不满，没有不满。你知道我现在就是用那个小雨那个方式啊，马表。然后我就是他不是可以分几圈，对吧、啊？然后就四十好一圈打一下按一下，完了，是不是应该马上先维修一下了？你说维修赶快维修干嘛？取消那个被抓到系统的公式啊！你小心调整到了，我是不小心的，下次要把它弄得更复杂一点。好，你是想说设个四十秒，大家会觉得很奇怪的数字？没有没有想到大家猜到。哎呀，我应该比照那个哪一个？另一个系统的哦，它有好几种常见的系统。不是啊，像你们那个绿绿的啊。嗯，哦对啊，绿绿的。我们什么绿绿的？我们现金还没有，没怪。哎、欸、哎，44秒了！哎呦，被打过了，被削了，被削了，没有啦。哎、欸，这多了14秒了啊！哇，时间就是金钱，强迫症，强迫症。啊、你先打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我的朋友，朋友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时间就是金钱，金錢朋友。啊！拍谁？哎呀！哈哈哈哈哈！打到了吗？哈哈哈哈哈！直接。I hate you， 下来。I hate you，I hate you， 下来。I hate you， 下来。I hate you， 叫拍你。你是帮他取名字是吧？哎，他不下来，你知道？我
我觉得小雨就可以再打一只了。我快要可以再打一只了。有了，我也快了。哈啾，哈啾，哈啾。有谁在刷票场以外的地方？我在墓园前面，我在墓园前面。现在是晚上吗？是在对晚上，对晚上。哎呦，我晚上，晚上出去跑好了。对，晚上在外面打比较快。好好，让我去外面。我操塞，打牌打到外面来哦。Go。对呀，外面打牌。Bro， 嗨。换一下，换换口味嘛，对不对？换口味，你说你想要换女月的口味？没有，什么口味？我真的害怕，不要。哎呦，哎呦，我要先跟随着你们，然后再回家。什么？因为我想要，你就只是不知道路怎么走而已吧？对，没错，我不知道。你都被摸透了，很无聊哎、欸。石头啊，石头！有人看到石头了，大叫了一声。刚好路过，是一样打的，是一样打的。没有，我想说让给杰克，然后就被全程路过捡走，被打走，直接被拦截了。他无意间走过了，然后就吸走了。不过这。解下来的那一刹那，我才看到、啊。你要相信我，你知道吗？我讲的话都最真诚的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路上的一颗石头，怎么都是醒人石啊？哎呀，酱油，嗨，我要飞你喽！我在楼上哦。不然我就是要去楼上。好啊。不。这边怪都被杀光了，为什么外面？哦，没事，我看错。怎么这么多泥土啦？谁啦？那个挖大平台啦！对对对，挖大平台。我的哦，你在挖大平台。干嘛他？干嘛他？他是好人，不要骂他。他是好人，我帮你回收，我帮你回收，我帮你回收。酱油。等一下，先让我清一下。我知道，你不要乱丢垃圾。你不要乱丢垃圾了，对，你不要乱清我。让我亲一下，嗯啊，啊，高兴死啦！哎呦喂呀，要哇，酱油丢掉他的钻石鞋耶！哇，你说钻石鞋可以拿去换钻石吗？啊，真的吗？在哪？这里啊。哦，对吼，拍谁？我吃东西吃到遗忘了。你在吃啊？哦，一个叶贝，超多只，超多只，撞我，怎么都撞我？超过多只。哇，欧洲人，欧洲人。洗嘞，洗嘞，撞他！他要求有一只跑过来了，解腻，解腻，解腻，还是野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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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！哦，哦，有了，有数字了，我们看到数字了，有吗？数字在哪里？我变好了。哦，对，越大越好，是越小越好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感觉他这是乱数放吧？嗯，等下看我们中个大点就知道了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有看到？我怎么看到？哎、欸，在最前面。等下会不会开始有人统计那个数字是多少，然后抽到什么？我偷偷讲一下，我的中秋烤肉是98号。哦，你刚哦，你刚好看到 哦, 哦，所以98跟99100这样子、哦。那我应该是99吃那个哦。哦，一拍嘛的话、哦。对啊，嗯。换我喽，要跳你，要跳画面喽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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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，准备喽。来，三二一。一个，三，对对对，哦，有有有，哦，潜能宝珠，哎，可以看潜能宝珠是哪一个，就可以知道你是哪一颗，是不是？9394，哎，真的是这样排的，哎，应该是，完了被抓透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的系统被，完了系统破解，新开了，哎。的系统破解者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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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群攻略玩家太厉害了，真的啊！怎么又哎妹又来了？好多只，好多只，我把带去小鱼那边。我躲起来了。你躲起来了？你躲在哪里啊？我躲在墓园里。你就躲在泱泱的墓园前啊！我的天，不是他这个有遮住，他们不会下来。哎呦，
把墓园里面的苦力怕打一打。我麦块那个读取陀螺卡顿到底什么时候要处理啊？你是说麦块本身吗？对啊，每次感觉是不是很难处理啊？这种东西其实如果应该是没有很没有不会说太难啊。哦，你也开始垫水位了、哦？哎、欸，这水位有点高喽、哦，这水位蛮高的啦。垫假啦、嗯，我来了，换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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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我们垫水位好不好？先等一下，你们先等一下。怎样？你们干嘛？你们怎么？你撑好，你撑好，你撑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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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刚刚是那个，然后被哭东满血，射了一颗星。哇，你被爆头哎、欸！好可怕！你被射到血，射中头。这位不是垫水位啊？所以小雨要抽了吗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来了来了，带、欸、着我的16张来了。把数字显示出来之后就没人抽到，很奇怪。对啊，为什么啊？刚到底是到什么事？他害羞了，他自己怎么回事？他自己知道我抽到一个更夸张的。嗯，哎、欸，好扯哦！我抽到鉴定跳刺哎、欸！哦，白金要抽了吗？他今天好欧哦！一个打一个抽一个，好扯哦！等一下，我要先丢的。不然他有很多东西会堆叠，你不用怕。是玄学的关系吗？我在想装备的东西，可能就直接跳到装备系统里面去，再去跑那个都没有了哎、欸。对对对对 对, 對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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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、啊、你显示就都没了、欸，我的天！所以是装备的部分是我刚刚讲的那样吗？对，就是系统跑过去的，哦、就是再跳过去换装备那边的系统，再去跳一次。可是到底是为什么、哦、那个啊？你就跟你讲一样，显示之后就完全就再也没有人抽到了，就真的是运气了，运气，嗯，真的运气。好扯哦。已经浪费了三分钟，我要去打一只怪。好可怕、哦！我决定我要去副本玩了。好、啊，最后的机会啊！你们要组队啊！你们有没有要进来啊？没有要进来，我要进去了、哦。先在外面晃就好。那我要自己进去、啊。噔噔噔噔噔！哎呦，团团出发了！出发了！噔噔！TP 团团，噔噔，耶！进去了，很会，直接上去，就是可以上来上面的，有没有？方便，直接刷上去。噔噔噔噔噔噔，三只哎！噔噔噔噔，哎，他要出三代重置版的耶！哦，你是说地狱哦？那个啊，世界帝国三啊，世界帝国哦。三代要出重置版啦！对，我刚刚哼的是《世纪帝国》的吼。对啊，对啊，不然我脑子在想天哪！你想说为什么突然吗？真能石卖不卖？真能石，我款。哎，他现在是钱有很多人可以涨价了。涨价了，涨价了。然后我刚给你的份上便宜一点。哦，好啦好啦。哇！哎，有人有中了，九九九九一百是什么呢？他的九八是九九这个，你怎么可以中都是九九？什么？十五块，所以一百是那个吗？一百应该就是烤肉了吧？因为九八九八，刚刚九八，刚刚哦哦，再来九颗，那一百是八颗，00到99，等一下，没有一百。哎、欸，好好玩哦！我上去抽一个下来，那个就可以再一轮了，这样就40秒了。哇，哎、欸，可以做成一个 loop， 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在，我一直在单抽哎。看你是性单抽还是性失恋了。这个还可以。换我。叮叮，你的手，中了个64，这些欧洲人，他今天有抽到64个吗？没有啊。哦，我怎么一点变酷？你在看自己的系统，系统制作者嘞？耶，盔甲，生命值，耶，只剩下最后19张了。我好忙哦，不好意思，你超忙哎、欸，不是很好玩哎、欸，哇塞、欸，我今天这很欧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我的跳刺有五排攻击伤害，太扯了，好扯、哦，最后一排，
你是不是动过我的指令啊？我的鱼是不是傻瓜了、啊？你太进去了吧你？夸张，真的夸张，太可怕了、哦。对啊，他自己看啊，外皮啊，晒还要晒，晒呀晒呀，就是晒了是晒了。哎，这个五排好吗？这五排很好吗？好像没有加血量哎、欸。对啊，攻击伤害好像有点太多，好像有点危险。我帮你把它清掉，我帮你把它清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。好扯哦，为什么夸张的啦？你让你阴阳师哦，那是下个月的事。没看运气是可能要好几个月轮回这样子。你看你运气就透支在这里了，需要十天修复。十天修复，对，给点时间嘛。我降级地狱干事了。哎呦呀！哎呦！我真的觉得这个轮回地下城的窟窿最烦人嘞、欸，前一直把你射开。嗯。麻烦。麻烦。六十。河里面没有半只生物，怎么回事？都被杀光了，越杀越远嘞、欸！拜托，都被杀光了，杀爆！这河真的没有半个生物，为什么？死光了，灭绝了。我们刚刚他们全部都想要跳上去，结果都被大家杀光了啦。对啊，那边也没了吗？这是差不多的，刚逆流那边。我觉得应该有啊，一堆呀、啊！这边好多鲑鱼哦、喔，啊、这边超多鲑鱼的。逆流而上那边超多啊！哦，那边还有是那边这边起码几只，我看下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哦，主要是下来这边啊，这边的河比较近啊。啊，这个，想怎样？好扯，好扯，好扯！然后自己抽不到，好扯。啊哭哭啊哭啊！干嘛你也在单抽了？九三，哎呦喂呀！是一样在交易吗？一样在交易吧。哦，我想四伤害，你打、啊、刚打，可是会那个吧？会中断交易吧？会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会吧？嗯，对啊。哦，坏了，坏的啊！对啊，打副本会掉卷，可是他们都出了太频繁，我觉得效益没有到很高。我连三颗了，很棒啊！很棒。潜能宝珠不好吗？潜能宝珠是不错啦，是不错啦。坏，嘿嘿。想一下，想。你是想什么？现在我有一件60%攻击伤害的教资，好扯哇！好扯，这个60%就留着啊！哎呦，这到你了哦！哎，你想要洗到多高啊，老师？因为他18、12、10、1.6、20，不要贪心了，你已经很好了。别贪了，嗯，哎、欸，不对，应该不是别贪了。你今天运气那么好，你一定可以抽到更高的，认真。抽下去了，抽下去了，认真。对哦，嗯，你看我之前那个就是直接冲，就一路冲到新发、欸，哎，就算没有，你跟别人买就有啦。跟别人买就抽了。我现在也不用跟别人买啊，那几件稀有中我都有了。对啊、你看你当初不卖他贵一点，可恶！早跟你讲了，不听，觉得我在骗你。我应该听的。得嘞，得嘞。好，我洗。自己啦，好少哦，烂。哎、欸，你们现在都开始慢慢抽、欸，哎，都不会囤很多。单抽啊，
单抽，你看他集那么多也抽不到。单抽出奇迹是假的啦！单抽出奇迹啊！我从来都没有体验过单抽出奇迹，我也从来没有。我抽到也都是十连抽，然后抽到哭死这样。欸、我每次的单抽出奇迹都是我不玩的游戏。哇，很夸张。只要你不玩，它就一定会出好卡，然后可是你根本不玩。嗯，假的啦。我不玩的游戏还不是照样都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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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石头越来越多啦，土越来越烂啦，你洗，我是被恶魔逼来。嗯，这墓穴底下的洞是要继续挖吗？可以挖大一点没关系啊。啊，反正那边就是之后要给大家刷怪的地方。那这一集就是被带走了。你是说我吗？对啊，有人抢到了。没有啊，想说有活动刷一下券嘛，对不对？有被棉花糖抢。这个活动比挖洞穴更有吸引力。对啊，真的呢。真的。或者就是你挖洞穴的时候都不要插火把，你就可以一边挖一边。好主意耶，好像很聪明哦，小雨。对啊，你就可以两边一起进行活动了呢。哎呀，恐怖哎！哎呦，我等下就把火把全部打掉咯。那你就这个活动结束记得插回去啦。哦，不要，不要。哦，中了！已经演出来了，因为我还没有，等你出来吧。耶、yeah, ，好的，我出来。好扯哦！哎，好扯、哦。今天雨月也爆棚啊！对吧、啊？啊，要是团团也有了，就剩我没有了。金太超，谁的胸甲？谁的胸甲？英国里面有胸甲。你问酱油啊？酱油。变了一大堆，我没有丢胸甲。屁啦！你刚刚你就丢了一个，我捡回来了鞋子。这鉴定箱里面胸甲呢？我是鞋子嘞。没有，你稍早以前还没提醒你的时候，你有丢过一次胸甲，在河、啊、我的河、啊，在我的湖里面。是真的吗？我还帮你放回去、欸。为自己的记忆力感到担忧。你真的要说，你像有些什么手机游戏，说什么一趴，那几乎都是假的啊！真的、啊，自己做这个系统一趴多好抽。不要，不要心态崩坏啊！心态炸裂喽！你是不是要炸裂了？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！受不了，假的，我自己做出来的系统就是好抽，人家的系统绝对有问题。人家的一趴都是0.01%，不一样。哎，太好笑了！好，我要去缴功德款了。功德金，你说，因为我抽到要把，就刚刚说的啊，抽到就要全部分出去啊。啊，哦，去吧。谢谢大大无私的分享。要我中啊？先卸起来放。当然，我还是最希望是我中啦。对啦，你这样拿比较多。这样我才可以拿去冲那个嘛，冲稿子。还想冲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今天乐透中了，我全部拿去冲，拿去冲，没有，我全部拿去冲，好不好？哎，我要放祭品了。哎呀，五十分哦，现在五十分了，我下去挖是不是也没办法挖多少啊？必须打鱼吧，还可以打十只哎，不止哎，二十只哦。哎，有这么多。地层的蜜蜂是不是特别喜欢在垃圾堆里面啊？什么？地层的蜜蜂啊？对啊，有人很敏感。什么？他每次都蹲在垃圾旁边哎、欸，为什么啦？过来。什么东西？什么？什么？你说什么垃圾？什么垃圾？你说谁垃圾？我你说谁胖？你说谁胖？没有，我没有，我哪有？哪有？哪有？你说谁胖？我们哪有？哎呦，刚刚你胸小到谁了？啊，有可能是我的。哦，刚刚好像是他弟在旁边。嗯。嘿嘿嘿。
你说谁怕？你是谁？没人说你怕。你有朋友短，你是谁？你有朋友短。什么什么谁的朋友短啊？这是又胖又短了、啊，抱歉。哦，谁的朋友短、啊？谁的朋友短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有头绪。这个我其实也不知道啦，说实话。谁呀？我谁天不辣？谁天不辣？我觉得给你凑满整数二十张回去抽，等开奖，完美。Perfect. Perfect. 活肥？你说谁肥？我的你谁肥？不过有些女生真的是很敏感，一看到胖，你刚说我胖吗？他说不，我说你肥。哦，还好只是难过，还好只是肥，肥的笔画比较少。你真的都是在看球嘞，好好笑。哎、欸，那我想要上去哎、欸，我可以直接上去吗？可以啊，你可以直接传的呢。对啊，你直接传走就。哦，直接传走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对，传走就那个。耶。那器官。那我要传。因为我要二十抽。到底有没有中呢？等一下，我要先放东西。肉烤肉呢？烤肉中，有没有烤肉呢？有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！等一下，我来，我看我有没有中。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耶、欸！中我了！哎呦，阿姨，有了！哦，哎，我的烤肉嘞，人人有奖。Yeah, 这个中秋节圆满了，月圆人团圆，月圆人团圆，大家的团圆。他慢慢抽完，一次抽完。哎呀，这胸甲烂游戏，我看到胸甲，我要去别的。银鳞胸甲五金一件，蓝色品质。要买要快。现在还有人知道这个吗？烂游戏，不知道哎、欸。可能要老模式玩家才知道。阿静，你太气了，你不要打你自己啦！打巴掌。之后他自己没有自己抽出来过。欸、我也没有啊。交也没有、啊。我的也是那个杰克松。H 开头的是不是有点惨？水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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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现在伤害又爆表了，好开心。又在炫耀了，可恶。又炫耀。好赚啊！以后卖他就是很贵，有没有？不要啦，他就是打了村民一下，就村民又要涨价那种。他是打下去后，全部人都涨价了。对，他超级一个范围的那种，仇恨值范围的哦。哎、欸，开乐透自己玩来去看一下，我到底有几个石头。欸、还有五分钟，还有五分钟，大家。哎、欸，有乐透没买啊？还没买、啊？谁没买啊？我买了。看谁的头？哎、欸。那里面怎么有七组钻石而已？看谁没脚？好、哦，有人没脚、哦，有人没脚吗？哦，好、哦，没脚。我应该是大的观众，谁逃漏税？观众，半年的观众，我有脚，你们有看到吧？有脚。我应该是有脚吧？我记得我有脚啦。哎、哦欸，那个杰克啊，哎、欸，你现在最想要的石头是喜能石？哦，没有，没有，都不要了、哦，都不要了。我最想喜能石有11颗。我想说喜能石应该蛮多的。要从快20颗洗到剩11颗，哇哦！放了还忘记那个，这是我有。这证明一件事情，就是哈基在这个系统没有黑箱，没错，没错啦。因为如果哈基如果有黑箱的话，他怎么可能让自己没抽到嘞？对不对？对嘛，要也是给杰克啊，不给团团啊，怎么给杰克？没事啦，他自己 OK 的啦，反正你也有了，你有了。我在手游欧就好了啊、哦。没有，我其实也想在手游欧啦。嘿公主连接 Christina， 我十抽就出来了。你这很夸张哎，好扯。夸张。我都抽到干了还没有，算了。我也是抽干了。算了而且我最近玩的手游也都蛮欧的。你说 Kono 爸爸吗？哪对呀、啊，哪里欧哪里欧。好的，收到。Kono 是吧？
恐龙十八。我另外一款塔防也蛮 O 的。你说今天方舟？哎、欸，对。今天方舟了吗？今天 ARK。哎呀，我发现有一个可以很好看彩票没有中的方法。如果你不记得放，你不记得号码，你就直接在接福盒放，就只放那三个，它就会只显一次显示三个。哦，它放进去的。对，因为放进去显示，它会显示前面几你有什么东西嘛。哦。就刚好是那三个数字，你就不用在那一个一个看有没有，或是看头。啊。方便。你刚哈什么？放最前面就行了。啊。什么东西？你说什么？放最前面三个。对啊，放前面三个啊，它只会显示前面三个。哇，你们大家都最爱看开奖了。我也是啦，欢乐加油啊！准备回去开奖喽！来看一下到底自己是不是又爆炸又没中。这个券记得啊，下一次就没得用了。好啦，来花一花，可以留一张当做纪念呐、啊，但是那个就是废票了。不要，我是觉得那个牛排就够纪念了，它有写日期。我有个肉排啊，对啊，有个牛排，对，有很多肉。好好好。开奖前来问一下，你们现在看电影看完之后还会留票券吗？会。我其实那个，我其实现在在想，为什么当初要留啊？我觉得留下也好像没什么用啊。对啊，我会想要做纪念吗？这个是有什么好纪念的？哎、欸，之前不是会有人玩那个什么，就是买 Gash 会员卡会全部留着吗？然后整个抽屉就是 Gash 会员卡。哦，有啊。我觉得早期的蛮好，那个谁，早期的蛮好看的、啊。那就是保留，那就是啊，但是抽屉全部都是点卡、啊。我觉得就是就有那种实体卡、啊，现在都是这票根的、啊。现在都票根、嗯、没错。他说他是想要看自己就是曾经冲动花了多少钱这样子。没有，他是就是拿来存完，然后就塞抽屉，存完就塞抽屉，只是懒得收而已。对，他只懒得收，就全部都在抽屉。哇，如果阴阳师有这种这实体票卡的话，我看我那个这边应该一厚厚一叠。我们氪金的那个，我黑七米的都大概厚厚一点，应该都还蛮。那就是那种不是厚厚一点，就是薄薄的，然后都是最大单的那种，最黑最金的那种。太可怕！阿杰，再给我一张就好了，再给我一张，我想要你见哦，再一张。再一张，我要再一张，再一张，再一张，我再一张就十张，我就可以最后的十抽了啊！有了，最后的十抽，卡住了，有了，我要上去了，你可以直接踢 踢，嘣，过去，来最后的十抽，抽。哇！然后这样子真的是太扯了。我知道你为什么会那个抽不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克里斯蒂娜十抽都出来。那是最近的事情吧？那是最近的事吧？夸张。好了，来喽。好。抽奖！抽了！嗯，里面有什么？五号、十五号、二十五，五号、十五号、二十五号，五号，一号，我的天哪！没有人想到买一号啊！我今天连吃的，哈哈哈哈哈！你想买是不是？我连续两三次都是买一四十，然后中间一个数。你怎么不养牌呀？对啊，你没在养牌？对啊，哇！哈哈，哭着哭哎，太后悔了吧！哎呀！没有，这个就是还没有准备好心意，你要像我还这么心的啊啊，好吧，又看来又没关系啊，反正我弄那么多也没中了，无缘了，无缘了，哈哈！哎呀！我也是继续留着吗？什么东西？无限烤肉啊，就去延长下来。有啊，延用啊。会不会烂掉啊？不会啦，变成那个中秋腐肉，变成腐肉啊！中秋腐肉，下次来看它变腐肉啊。然后腐肉的效果就不是吃到爽，是你打怪它会让它肿。哎呦，拿着会饥饿。
然后都是灰二，好烂啊！好烂，谁要啊？因为你一直想到那个烤肉是你之前没吃到的，就饿了。好饿。哎，说不定有用哦。哎呦，哎，对耶，有啊。奶油，对啊，哪一天就会说看谁吃今天吃东西吃最多就可以得到钻石，然后那个时候那个饥饿效果的就有用了。好吧，嗯，搞不好真的要用一下。顶威，哟，顶威，看完东西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有人迟到，我来了，我的吃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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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在吃肉，真的不要肚子饿，对航岸右键，你会吃掉。啊，真的？真的？那我要把它封存起来。你拿粽子就好了。今天中秋节活动到这边结束了。下一次的话，应该就是先自由活动，我们隔一周再有一个活动这样。好，下课，下课。好啦，感谢今晚收看啦！今晚，我本来也是想要抽啦，只是想说，还是想把地狱弄一弄，哎呀，所以这边画面可能就真的比较无聊了，抱歉，因为做东西画面都真的很无聊，知道？好啦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啦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！啊，拜拜。啊，我又忘记播广告，是广告。